粉吧。然后刚才看了华姐的衣服超级顺滑，看起来就很香甜的一种，确实也是。然后蛋黄都是一整颗，有两颗蛋黄堡。然后早上吃的时候还有麻薯，竟然暗藏玄机，妙啊！实在是把我所有喜欢的东西都集合在了这一个小熊爪里，果然还是熊爪好吃。这个不是在里面放了麻薯，但它外面的这个壳就是一块烤年糕，所以它整个吃起来都糯叽叽的，然后外面的壳还脆脆的。年糕爱好者疯狂喜欢。
南京名产，具体在重庆，一起出来一起玩。南京名产棕小黑。哦，对哦，他叫什么来着？他大爷，他全名。太甜了，小黑好乖，小黑好好撸，弟弟不能撸，我还没有撸过弟弟。还有，哎，还有南京名人，看，因为托马太高了，对，因为我太高了，所以只能拍到楠楠的脑袋，对，只能拍到我的头顶，因为太高了，我的视角，是，但是可以看我的照片在哪。看看美女，看看南京美人。但是因为我真的空码太高了，没有办法就是拍到我的脸了。再见大家。弟弟。弟弟好吃吗？真香。看看弟弟吃的多香。哎，你不要太靠近。哎，怎么样能再让弟弟的耳朵竖起来？他耳朵竖起来真的很可爱。哎，他本来是开心的吃狗粮，他现在是紧张的吃狗粮。感受到紧张了，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。呀，好可爱！小黑呢？那个碗是小黑的吗？都是弟弟的。没有，一个是汤碗，一个哦，一个是水，一个是。那他小黑的碗呢？他们俩吃一个碗。啊，好香哦。看弟弟吃饭，我也能吃两碗饭。